各位啊，来带领我们在地的议员也是非常关心教育啊。我们李浩珍李议员，议员你好。在这边校长要跟各位小朋友啊，要一些掌声，但是这个掌声不是给我，是要给能够坚持到现在还留在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以及我们家长，来，小朋友掌声鼓励，感谢他们。恭喜六年级的同学完成小学的基础教育。
可以比较有
帮助过你的会友，啊，这些所有的会友就是我们这六年来一起成长的同学，还有师长，还有我们的校长，我们的家长会，曾经帮助过你们，哎，这段期间的成长，啊，点点滴滴的一个回忆，所以，啊，希望说，机智的嘛，别的东西我也懂。向你们以后的每一个人生里程碑来前进。啊，也希望说之后呢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，我们毕业生能够非常凸显出我们北斗的一个，北斗镇的一个能见度。也就是说，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北斗之光，为北斗开创一个很光明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相信
现在还有人在当兵的，过年啊，一路过来吼，伊咱做到一个过程够侪啊，伊这个毕业还有这个有心吼，然后啊，这个啊，参加这个有几场，几场个这个比较短的，我今日真心感觉我很少。开始走了。